花果山世界青年会来举办着五百儿童夜活动，透过着改编佛教经典的绘本故事《永不放弃的白文鸟》。这故事的内容是伫咧讲，为着要抢救松拿大火，白文鸟甲其他的动物来投入救火救灾。现场和参加的学童来模仿着鸟啊、鸟、牛、大象等等动物的动作，嘛借由着故事甲团体游戏，让小朋友知影不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，让小朋友会当更加有动力心。花果山世界青年会伫一月开始，就陆续伫全台25个据点举办五宝儿童营活动，透过改编佛教经典的绘本故事，和参加的学童甲大哥哥大姐姐模仿动物的动作，有的动作亲像猫啊、蛇、牛、狮啊、大象等等，小朋友拢感觉非常趣味，又搁好耍。小朋友是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，就是不会局限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射线里面，他们真的是有无限的可能，可以很动态，但是让他们慢慢的变回静态其实也 OK 的。他们可能一开始会有点浮躁，但是因为我会等待，耐心的等待他们，然后让他们听着我的指令慢慢的做，让他们慢慢的放松，然后主要是希望他们可以学会感恩，学会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。在活动当中，学童用瑜伽来学习动物行为以外，也透过绘本故事来永不放弃的白文鸟，为了抢救森林大火，是甲其他动物不断投入灭火救灾，保卫家己的安全来脱离现场，做伙为这个世界带来小小的贡献。故事当中的白文鸟，它不放弃救火的精神，那感动了天神。那这一部分也是想要告诉小朋友的事情是，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困难跟挫折，但是都不要放弃。那这也是我们希望可以给小朋友的一个精神理念。活动课程对绘本创作、瑜伽设计动作。教育工带队培训，青年院严清华师表示，只有故事甲团体游戏，学习不以善小而不为，让学童更加有动力心。因此，五宝儿童营对一月开始到五月，将对国小一年级到三年级学童，伫全台25个据点陆续举办。欢迎有兴趣的家长，会当上花果山网站查询各据点举办日期甲报名。记者肖建伟，永康区采访报道。